较重，你就会显压好深。压了以后，你就可以把压种子哈打回来。看到是小朋友哪个图案？讲哪个？哪个熊？其中还有哪一种的图案？可以表达起另外一种图案的小朋友，嘿，你看嘿。散风啊，我们先压散风，压回来以后再压压种子哈，拿了再对针，可能是要用用中用的图案有小孔吗？还有小孔的吗？你就可以接到一盆，安呢？这个有糖还是吗？有。在这批牌子呀，来，我不对，先把用的先等提了。两位好，到前面了，你站下一边来，而且你要好，好，别样哎，好，打头了，好，一对一发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哈，好，看他是小虫嘛，好，把那你看，摸小虫来通知你。